那穆斯林目前呢、啊，他是巴西柔术的蓝带而已啊，他的造诣非常的浅，所以他都是打站立的。那刚开始我看穆斯林假动因作，为转身后蹬了，看看，啊，一个后手拳。那穆斯林的转身穆后斯林蹬，的钱都是非常厉对，害的。而且转身后蹬跟坑是不一样，哎呀，带到地面，一个接摔，直接的一个后对，手，一个膝顾，尼仰背里再加一个杂拳，摔倒以后在胳膊上小心的肘正刚。啊，他用肘。小心这个胳膊不要给的太多，听明白到那个目骑乘前的位置。穆斯林没有做过任何的降服技的尝试，今天会不会出看现看，呢？手臂不要给他太多，危险，有点危险。这个给穆斯林做一个绞索，啊，穆斯林骑乘了，骑乘了，但是张刚有点想翻身，有没有机会？然后还有转为十字固吗？哎，没，听到没有？哎，手臂三条，哇，其实还就没有结束中了，啊，手臂的三条锁还 没，就结束了。对，是被这这叫穆个，斯林木，但是导致窒息呢？看得我不们太再看一清楚下。哦，再看一下我。还是锁。有点手臂三条锁的味道，但是看不到，那个位置看不到。哦，感觉应该锁的压到了手他臂的三条喉部。锁，脚，手臂三条脚。但是呢，锁的其实不是很深啊。压到了他的喉部，这个真的厉害，他的动作。是，他送给了我们的穆斯林木第一个降服了。蓝龙选手穆斯林木第一局50秒，配合获胜。用武之地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方便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比赛资讯，还有拳手的最新动态，就请关注用武之地。